两支球队的小球员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一早阿贾克斯集训队正在球场上训练，这时球场上突然出现一位重量级的助教埃德加·戴维斯，而埃弗顿集训队此时却是轻松地在游泳池做放松训练。由于谢辉及高雷雷两位领队的备战准备方式大不相同，这样不同的训练对小球员的心理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足球梦正在为您讲述。决战即将来临，两支球队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面对相同的目标，双方却有着不一样的状态。阿贾克斯方面，领队谢辉早早地将球员们集中到一起，因为他为小球员们带来了一位重量级助教。埃德加·戴维斯，荷兰前国脚，出身于阿贾克斯青训营，不屈不挠的凶悍后腰是球队的发动机，身材不高但身体强壮，体能充沛，爆发力强，宽阔的护目镜和一头小辫是戴维斯的标志形象。戴维斯此次前来是专门来对小球员们展开赛前特训的，球场上的戴维斯就以超强的体能著称，由此可见阿贾克斯集训队的训练绝对不会轻松。经过一番准备，谢辉将球员们带到了驻地的健身房，在这里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械在等待着他们。就在阿贾克斯集训队小球员们在器械上挥汗如雨的时候，埃弗顿集训队的小球员们则在领队高雷雷的带领下来到了游泳池，在这儿继续进行着放松。相比之下，他们的待遇可是相当不好。大赛当前，球员们的训练一直没有上量，难道领队高雷雷不担心球员们过于松懈吗？今天第二天啊，最后的准备，明天就开始比赛了。这两天都是以这个很轻松的训练为主，主要是我觉得，这场比赛对我来讲，其实更重要的是过程，因为我们经历了英国这个阶段，确实我看到大家的这个提高和成长，然后我希望呢，别把这么好的东西丢掉，能够在这场比赛当中、决赛当中充分的体现出来，作为足球运动员的职业精神，不管是几个球都别放弃，好吗？原来在高雷雷看来，小球员们对于之前大比分输给埃弗顿 U15 青年队这件事依然看得很重，对于素来重视球员心态调整的高雷雷来说，面对大战让小球员们卸下心理包袱还是第一要务。在放松的同时，高雷雷也在注意了解小球员们的想法，他希望在赛前让小球员们放下压力，团结一致，才有可能赢得比赛。互相沟通一下，然后看看明天你们更愿意打什么样的阵型，更习惯怎么踢，好不好？3-5-2。我一开始想的是4-2-3-1，然后两个边后卫，所以要求能力强一点。然后通常我想多放一些人。让我们再回到健身房，阿贾克斯集训队的小球员们现在的状况又是怎样的？严格的训练大大超出了小球员们的心理预期，不满的情绪逐渐蔓延起来。明天就比赛了嘛，但是今天做力量的话，对比赛有好处也有坏处，该练的时候就练嘛，该放松的时候就放松。如果是这样一直就高强度的训练不一定对我们会好。体能训练当然是对足球运动员相当重要，但是他这种赛前的上量，然后我感觉不是特别合理，然后不如像英国高指导他们就是赛前放松，把自己调整到最佳状态，然后来迎接比赛。面对球员们的反应，阿贾克斯的外教们站了出来，在他们看来，球员们明显没有理会教练组的用意。对中国的青少年球员来说，他们对核心力量、对上肢、对这个在健身房里做的很多运动，他们有很多的误区。所以今天我们制定这个方式是结合了中国的这些以前的出现的一些弊病，所以我们想教他们正确的方式，
啊，特别是在赛前，我们锻炼更多的你的核心和你的上肢，啊，对明天的比赛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他们对这种核心力量的训练是很少接触的，所以他练了以后，他觉得反应很大，身体的反应很大，这是很正常的。通过耐心的解释沟通，小球员们总算是平息了心中的怨气，他们终于理解了谢辉的良苦用心。Because football is of course not only with the feet, it's the whole body. And how better your upper body strength is, the less problem with injuries. But also you get faster. One against one, you can hold off a man. It's so important, especially your core is strong, so you can, every movement, because football is a moving game, but you don't know when you have to put your body in or you're in the air, so you have to be very stable and strong. And I think that's why we did these exercises, that they understand that it's not only with the ball, football is also the whole, because it's a lot of running in football. Yeah, no, of course, players are entitled to his opinion, but I think we're, Ronald and me, we had a certain level at Ajax, and we played in Spain, and me in England. So we know you have to work hard to achieve something. If you really want something, you work hard for it. Quality and talent is important, but I think somebody who works really hard to get somewhere is going to achieve more than maybe other talented players, because we've seen in the youth also talented players who didn't really work hard. At a certain point, you're gone. But people work hard, always have a chance. 想要成为在欧洲足坛闯荡的职业球员，与身体素质先天占优的西方球员进行较量，中国小球员首先要通过身体的考验。只有经历高强度的身体训练，才谈得上起码的配合和共情。对于这批球员们来说，他们距离欧洲足球的标准无疑还差得太远，他们只有付出超乎常人想象的努力，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比赛即将展开，球员们面对的压力十分巨大。想要成为职业球员，就必须有着独立生活的能力。作为家长，都希望能够替子女分担压力。对于王浩辰的母亲而言，替孩子收拾一下房间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他的梦想就是以后踢球，所以对于我们家长来说，他只要健康快乐就行。作为我们家长，能满足他唯一要求就是帮助他去完成他的足球梦。家长虽然是好意，却有可能阻碍了子女的独立成长。Well, I think the criteria doesn't change whether you're Chinese, English, whatever nationality you are. You're always looking for technical ability, tactical ability, physical ability, and mental is of getting a big one in football now. So travelling overseas is a mental strain, and boys have got to be able to have a whole host of qualities now. 想要成功，需要付出不懈的努力。中国小球员们正在接受脱胎换骨般的最后考验，问题不断产生，与教练的摩擦，与队友间的裂痕，种种迹象都在表明这不是一次轻松的体验。两支球队暗战已然展开，队员们将会怎样应对？明天同一时间，足球梦将继续为您讲述。一早，两支球队都来到了训练场上进行适应性训练，球星戴维斯也来到了场上展示一些实用性的技巧，他的临阵指导对球员们有很大的帮助。最终的决赛即将开场，两支球队的外教们不约而同地找来对手的比赛资料画面进行赛前分析。那么哪支队伍将获得最后胜利？谁能成为最终的幸运儿？让我们拭目以待。海康人寿，足球梦官方保险合作伙伴。